这节课呢，我们还是看这个 cron table 这个东西啊。当上节课呢，我们主要是学习它的语法，并且呢，来配套做了几个案例啊，然后还有一个真实案例。那这时候的话，这个真实案例执行的时候呢，我们换了一个命令啊，换的是往这个加目录 rt 点 txt 里面呢追加这个输出，但是这个输出的话没用这个命令了啊，我们使用的是 ls，然后波浪号，往里面呢去追加输出。那么输出这个效果呢是比较明显的，刚才内容呢已经增加了400多行了，这是 OK 的啊。那么这节课呢来讲一些关于这个 cron table 的一个权限的问题啊 ，crontab 啊 cron table 的一个权限问题。那 cron table 呢本身呢是任何用户都可以去创建自己的这个计划任务啊，本身是任何用户啊都呢可以去创建自己的计划任务。那如果是任何人都能创建的话，那么管理员万一哪天我突然就是不想让你创建，那这样的话就没法限制了呀。所以呢这个操作系统还是比较智能的啊，它为了满足这个超级管理员这个权限的至高无上，它可以允许我们管理员去限制有一些用户，或者说想让哪个用户不允许创建权限，那 OK， 我可以来做个配置啊，本身是默认都允许创建的啊，但是超级管理员可以通过配置来设置某些用户啊不允许设置计划任务。那问题就是这个配置文件在什么地方啊？配置文件呢还是在这个 ETC 下啊，还是在 ETC 下。配置文件，位于 ETC 下有一个 cron.deny， 大家找一下啊，看看有没有这个文件 ls etc cron.deny， 有这个文件吗？就这个文件啊，就这个文件 ，cron.deny，deny 什么意思？就是表示拒绝，表示拒绝啊。这个文件呢是不允许用户设置计划任务。那我们可以先去新建个用户啊，比如说 user IDD， 然后这个用户呢，咱就叫做运维吧。然后设置个密码，运维密码123123，就简单一点啊，可以了。行，那现在呢，我需要去编辑这个 etc 下的 cron.deny 这个文件，往里面去加用户了。那么这个文件它和 cron table 那个文件的一样，没有任何提示，不告诉你怎么写。那么写法很简单，你只需要往里面写用户名，一行一个就可以了。配置文件的写法里面呢，写用户名啊，一行一个，一行一个就可以了啊，按这写法来就可以了。来进来，我要不允许运维这个用户他去创建这个计划任务，那我只要把他名字给他加进来就 OK 了啊。加进来之后呢，保存，加进来保存，保存，退出啊，可以了。好了之后呢，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验证了啊 ，su。运维，行，切过来了啊，然后 crontab 杠编辑 e 走 ，you 你谁呀？运维 are not allowed to use this program， 你不允许使用这个程序，哪程序 ？cron table，see cron table for more information， 意思就是不让你看，就不让你看，不让你编辑。所以现在的话你能不能编呢？就不能编了啊，管理员还是很厉害的，说不让你干啥就不让你干啥，这个是不允许啊，是配置不允许的配置文件。那么和它相对的还有一个，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叫黑名单啊，这算黑名单，是不允许你配置。那么还有一个配置文件，还有一个配置文件，它呢是白名单，就是允许你配置的，
允许你配置的。ETC 下的 ETC 下的 CRON 点儿 ALLOW， 但是这个文件本身不存在，本身不存在，哎，自己创建啊，自己创建，语法一样，也是写名字，也是写名字啊。行，那我们再回去啊 ，SU， 好，然后呢，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文件啊 ，LS ATC 下的 CRON 有没有 allow？ 没有吧？哎，没有 allow 啊。那么当然这里面还存在一些其他的文件，我们可以顺带看一下，这个刚才我们看过了是吧？编外嘛，拒绝嘛。Monthly 呢 ？Monthly， 每月。哎，就是允许执行每月计划任务的这个目录啊。然后呢 ，weekly， 每周 ，daily， 每天 ，hourly， 每小时啊，每小时。哎，点 ALOW 这个文件是没有的吧？没有吧？啊，没有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创建一个 VRM。然后往里面，我再写个运维，哎，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这个运维啊，它又在白名单里面，又在黑名单里面，允不允许？咱试一下啊，运维 ，C R O N T A B 杠 E， 允不允许了？允许了啊，允许了。那个不允许的那个名字我没删吧？是不是没删？肯定没删啊。刚才没有做删除，它肯定是没删的。那现在呢，我又设了个白名单，白名单又允许了，那说明谁的偏级高啊？哎，注意白名单的优先级高啊，白名单的优先级高于黑名单。哎，如果说一个用户同时存在两个名单文件中啊，则会被默认允许创建计划任务。不在白名单里面，如果在黑名单里面，你肯定创建不了。那如果不在黑名单里面，在白名单里面，你肯定能创建。如果两个都在，他也能创建啊，两个都在，他也能创建。对，两个都不在，就默认是允许的。因为之前本身我们就没加嘛，啊，如果都不在，默认是允许的啊。嗯，你如果觉得白名单没意义，那也行啊，也行。嗯。行，那这个呢是最后呢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Chrome， 哎，这个服务的它的一个权限问题啊，我们可以给它设置权限，不是呢，任何人都能执行。想让它执行，才能让它执行。我要是创建符号以后，然后再给它。